这一段视频是2023年6月26号，我们去西家高中的旁边的那个房子去做测量和拍照时，前往那个房子路上的一些街拍，是从 Calgary 的南边一直开到了 Calgary 的市中心，就算是十七街 Uptown。在视频中也没有太多的解说，主要是拍一些这种沿途的风景，有兴趣的朋友看一下，Calgary 的路，两侧的环境，天。
远处的那个绿楼，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拍照和测量的。它离西加高中走路5分钟左右的样子。我们现在停车等红绿灯的这个位置就是17街，也就是西加高中所在地。就是这个楼，我们到了。